没错，它真的很难。这个名称叫做不男不女，好不好？准备。不男不女，不男不女，是叫我吗？不男不女 ，Q 了 Q 了 Q 了 Q 了。你是在 Q 他跟你一起吃？没有啦，我们是叫不男不女的。他还在下面。你那是怎么上去的？哇，放在脚上。哦。有真的会救他！哎，我跟你讲，你是目前第一个连续说谎的女艺人。真的吗？有暗恋过老板吗？有，条件那么好，那如果……你是不是觉得你比老板的女朋友漂亮？好，还有江慧琪。好，那你就得蛮多了，所以他只是漂亮。这个应该没说谎，如果他说谎，就代表他连漂亮都没有。所以蝴蝶，你会支持我的新专辑50张？50张。如果我发专辑，如果你发个人专辑的话，500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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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他买50张，他个人专辑500张，我买100张，我个人专辑200张，哎，这算数哎，听我讲说，因为他先出 EP 比较便宜。老实说，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我会签凯乐，于是等到我签到凯乐那时候呢，我回到家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戏呀。我答应过他，出了 EP， 我要买他500张。而且你很先预言，你说他会先出 EP， 就真的哎。500张，请就定位。爱让你久等了。哇塞！哇塞！恭喜凯乐 EP 畅销冠军。志祥说话算话。天哪，你好飞动，完全不含扣的真男人，原价不打折，还多送我一张会员。